企鹅妹。那你有跟她讲什么吗？有啊，我有跟她聊英文，然后送她 很多小礼物。You are very lucky because in Keelung usually it rains. 昨天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遇到？你遇到了谁？我遇到了企鹅妹。那你有跟她讲什么吗？有啊，我有跟她聊英文，然后送她 很多小礼物。那你都跟她聊些什么？就有关她的生活啊，或者是她下几天要去台湾哪边走路、去逛街之类的。那你有跟她拍照？有，我有跟她拍照，妈妈有跟她拍照。那你昨天她，你问她问了她些什么？她怎么跟你讲？我有问他，他要去哪里？他说他要先去他的饭店，然后他再去庙口吃东西。昨天其实是我父亲生日啦，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吃完饭，然后散步走一走逛街。结果没想到逛一逛，发现怎么有人一个围着一个女生？然后发现原来是最近很红的企鹅妹。然后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单车环岛过，然后我们家小朋友都有一起跟我在就是爬百岳等等，然后我们之前有去参加过马拉松，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知道，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了不起，就是愿意这样背得那么重，然后这样徒步环岛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小朋友上去跟她加油一下啊。然后因为知道她英文很好，然后因为小朋友说，刚好跟她聊聊天这样子，就起源其实非常的单纯。